于浩然，哎，嗨嗨，飞哥、小哥还有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于浩然，谢谢。好久没看到你了，对啊。所以今天这么隆重的装扮，就是为了要来看飞哥跟小哥的。哎呦，他是准备跟你配对，你看你们两个这里，哎，真是一对，来站到他旁边去。哎，真的，真是巧合啊。这个你在哪里租的、啊？漂亮的，这是定做的啦，定做的，特别定做。那还有这个好，这个好。那另外也很帅，我不是跟飞哥啊啊，您是主要是？不是，还有另外一个忠厚老实、英俊潇洒的。哦，黄舒骏的。我在后面，来来来来，王中平来，王中平啊。听说他们两个人两位有一段不可告人的秘密。哦，那这个要研究一下。怎么会有呢？今天是我们的大喜之日。哎呦，大喜之日、啊！对，这个东西不是我讲你就不对了。我有这个荣幸吗？他不承认。对啊，你这个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呢？这尤其是有女孩子来说，这个可信度的很高了，对不对？那金戒指你拿着，那夏威夷就我去了。你跟大家宣布一下，我们两个就那个嘛。哪个？就。欢迎收看《龙兄虎弟》。非常谢谢我们董爷五旬今天的盛装华服。哎呀，他们这个服装啊，照道理讲，我们应该唱的是什么？哎。I could have danced all night 这种。哎呦 ，I could have danced all night，I could have danced all 就，结果我们唱的是我在你左右，这就表示我们在选曲的时候事前联系不是很够。对了，这也难为了吴群了。你想想，董老师就厉害在这里，是不得了了。他们的服装已经是这个如此这个一大堆啊。记得瓜跟那北拜下面两个，请问这首是美代的歌曲。哎呦，哎呀，这个歌听起来，你刚才唱出这个，在唱的时候，你们感觉到这个词意啊，相当的温和，相当的优雅。以前的这个歌曲，就是我的年纪的关系吧，总觉得过去的歌曲的词曲意境啊，比较这个美。这个在听的时候啊，还要用一点这个心思啊，去感觉到，就仿佛您就看到这个歌词中的一些画面。嗯，他不会很直接的去形容男女这个双方面的这个是，哎，这个情爱。对对，现在说我在你左右，我在就表示我永远跟随着你啊，我爱死你了啊。哎，你比方讲说白光的那首歌啊，花落水流，春去无踪，这形容这个时光飞逝。哎呦，花落水流就代表这个人生的过程，中间有一些话，什么我走遍茫茫的天涯，那是另外一首歌，这是另外一首啊，这不是这首，这也不是这首。哎，不过这个综合起来呢，这个老歌的词汇好像用的比较深一点啊，那个歌词中有它的画面在。现在流行歌呢就比较讲究简单方便，嗯啊，那么也比较口白化一些。你爱的是我，我的还是别人啊，直接就这样唱。哎，守住你的承诺太傻，守住你承诺太傻，跟以前的就不一样。我灌溉着蔷薇，却让幽兰枯萎。有没有？大概就是表示这个三角恋爱。我一直灌溉着蔷薇呢，但是却让那个幽兰枯萎。是歌词是不是这意思？那么以前的人听歌，今晚的不是啊？你是我用生命所爱的人，而且很直接。如今叫我分开。我抓对不干，哎，绝对不干，所以报纸就出很多消息了，哎，那些台郎都是比杀，哎呀，哎呀，这个到底这个听众啊，以前的听众有福气呢，还是现在有福气？现在因为题材多了嘛，你要什么角度的歌都有，对对对，所以今天要贡献很多首有关于情爱的歌曲，分别由不同的歌手来，而且是挑选到这个去年度啊，这个最受欢迎的一些这个金曲，是的，是的，今天请到了特别来宾，一一为您唱出来。第一对介绍的是黄舒骏先生。蔡佳红小姐，欢迎他们，欢迎他们。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，至今我人生深感动，好友如同一扇窗，昂上视野不同。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，至今我
我人生深感动，他又如同一扇门让世界开阔。接下来介绍 Tokyo D.给我一杯忘情水啊，哎呦还我也不流泪，所有真心真意等待的付出的爱收不回啊，给我一杯忘情水忘我一生不伤悲，就算我会喝醉，就算我会心碎，不会看见我流泪。哎，唱得不错，唱得不错。接下来见到王仲平、于浩然。守住你的承诺太傻，只怪自己没爱你活，说过的话已不重要，可是我从不曾忘掉。守住你的承诺太傻，只怪自己没里去找，对着满满空虚回忆怎么逃。哎，非常好听的歌曲。接下来介绍的是黄品源、金元轩两位。一颗爱你的心，时时刻刻为你转不停，我的爱也曾经深深温暖心里，你和他之间，是否已经有了真感情？别隐瞒，对我说，别怕我伤心。好，接下来介绍的是殷正阳先生何方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！啊，今天选的这几首歌都非常的轻快好听，都是去年度最流行、最受欢迎的歌曲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啊。Tokyo D 跑哪里去了？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欢迎，欢迎，欢迎！哎呀，哎，这里还有 Tokyo D， 哎，那里也还有。啊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！刚刚唱了国语歌了，不得了啊！有一句唱的最好了，啊，给我一瓶忘情水，后面就没有了。哎呀，声音变很小了，但是已经很。努力了啊 ！Tokyo D 啊，鼓励一下！哎，满载队长，队长跑到这里来了 ，Boss 在这里了，那个阿里跑到那里去了。接下来要介绍一位新人，嗯，王中平旁边那一位。大家好。啊，来介绍旁边这个，旁边你来，金元轩小姐。哎，啊，他怎么讲话我怎么听不清楚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金小姐啦。对，金元轩。哎呦，你是 Tokyo D 里面的？不是，我是从韩国来的。啊，韩国来的？不是日本人啊？不是。但是这个脸看起来好像霓虹定的是。对啊。对，韩国人那个脸呢都像张浩哲了。但是你这个脸呢很小了啊。卡哇伊的是卡哇伊，卡哇伊的，你是很帅。哎呀呀！康桑阿米达，谢谢的意思。哎，谈心사랑해，哟，나는도로사랑합니다。我爱你。哎，看到没有？
这个就马上已经可以沟通了。飞哥马上好乐。我厉不厉害？哎呀，厉害！你会讲韩国话了？啊，한자모르겠상해봐。哎呦哎呦，他讲什么？하나도모르겠어요？呀，我不知道，不知道，모르겠어요。不要来这里，没事的，不错不错啊。哎呀，会打麻将。我不，所以我不会，所以我想学打麻将，因为跟飞哥打麻将。啊，糟糕，已经变成灰狗了，糟糕，变成灰狗啊，打麻将啊，不错不错，因为很可以吃，可以碰，可以开杠，可以赢钱，哎，好好好。接下来介绍的是这边的黄品源先生，欢迎黄品源，我们要好好欢迎他。最近啊，被这个感冒给折腾得一塌糊涂。哎呦，刚刚退伍没多久，身体像一条牛样子。跟黄韵玲出一张专辑之后，马上被砍了沙缸的绕赛。哎呦，听说这次病得很重啊。对，这个最近因为天气变化太无常了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而且最近这个刚好是这个宣传期啊。一开始要录完音，要开始要上战场的时候，哎，记者会开完就马上掉点滴啊。哎呦，住了5天的医院。是是是。不过我出院之后第一个通告我就是来龙兄虎弟。真的吗？我听说好像是叫做好道还是什么。黄品源很有才华的，哎，他写的歌费玉清是如数家珍。哎呀，他的歌曲，他跟别的歌手不一样，他尽量都是用自己的呕心沥血写出来的，这个是很辛苦，才能抓住听众的他们的品味。嗯，哎，这是不容易的啊。对啊，对啊，算是一位用功的歌手。谢谢谢谢。而且国语呢已经有显著的进步。哎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对不对？哎不，哎谢谢谢谢。有有是，你怎么笑成这样？成这样。没有，我想啊，这当兵几年了，是对国语当然是有很大的一个锻炼。那也不能笑成这样，因为你讲的这个重点实在是蛮好笑的，真的是有很大的进步啊。接下来介绍于浩然，嗨嗨，飞哥、小哥还有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于浩然，谢谢。好久没看到你了，对啊对啊。所以今天这么隆重的装扮，就是为了要来看飞哥跟小哥的。哎呦。他是准备跟你配对，你看你们两个是，哎，真是一对，来来，站到他旁边去一下，哎，真的，真是巧合啊，这个你在哪里租的？漂亮的，这是定做的吧？定做的，特别定做，那还有这个好，这个好。还有另外也很帅，我不是跟飞哥啊，您是主要是不是？还有另外一个忠厚老实、英俊潇洒的哦，黄书俊的，哎，躲在后面，来来来来，王忠平，王忠平啊，听说他们两位有一段不可告人的秘密哦，那这个要研究一下，怎么会有呢？今天是我们的大喜之日，哎呦，大喜之日，对。这个东西不是我讲你就不对，我有这个荣幸吗？他不承认。对啊，你这个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呢？尤其是有女孩子来说，这个可信度的很高了，对不对？那金戒指你拿着，那夏威夷就我去了。你跟大家宣布一下，我们两个就那个嘛。哪个？就真是，哎呦，真的可以说？可以讲啊。我们两个一起要出唱片了。对。我以为你们两个结婚了，我们两个唱了一首歌曲。合唱吗？啊啊，对，合唱。啊啊，哎，这算是一个喜事，哎，你们两个的歌声合得来吗？是否愿意带着我祝福？啊，请回座，好，请回座。哎呦，在打歌这样打的。啊，原来他们的这个。新唱片里的计划是两个人有合唱歌曲，是啊是啊是啊。哎，不过他们刚刚两个人这番话，让我们对殷正阳先生呢投以无比祝福的这个眼光。哎呀，殷正阳先生，我们先恭喜他了，真正道地的新郎官。哎呀，我刚刚有问殷正阳先生说，您这次这个这个婚礼，这什么时候要打？之后什么时候要打算出国的蜜月旅行啊？我差不多要到4月。才会去，因为4月的时候，欧洲那边是春暖花开的时候。哦，因为现在太冷，我跟文员两个人都很怕冷。哦，怕冷哦。怕冷。哎，照道理讲说，应该一结婚当天或者是第二天就应该出国了。那你拖了4-5个月以后，这个热头会稍微过了。没关系，我们每天都忙着度蜜月。嗨呀，这了不起！这结婚之后的感想怎么样？说说看。他有时候他会说，哎，我们以前吃饭的时候，他觉得有点把那个账单拿给我付的时候有点不太顺。
现在就很自然了，哎，去付钱啊。哎呦，这么说，你这样说起来的话，这个一结婚，男人的脖子就被套住了，而且随时要开始付账了。付得很开心啊，也很开心。哎，不只说有的时候，据我了解啊，有些夫妻啊，他们在散步，在公园走，前面走的是他们小孩嘛，这是我们生的吗？啊，哎，这奇怪的，人还可以造人的哈、啊。哎，小宝回来了，他们还不太相信这个事实，真的还假的？奇妙，飞哥有这种经验吗？我到现在都还搞不清楚，我到底有没有孩子。这原因是因为这个，尤其从事艺术工作的人太投入了，太投入了。哎，那么这个，然后最后呢，就常常会觉得自己好像哎，跟一般人的生活或者是命运应该不太一样。哎呦，结果你却走的是同样的路，就是有那种感觉。其实我是觉得这个只是一种无形中的一种责任感。譬如说你本来讲国语嘛，讲国语。我现在终于确定他的国语还是没进。没有，我对不起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比如说你多了一个先生，你就多了一个先生的责任。比如说生了孩子，你变成爸爸，你就多了一个爸爸的责任。你多了一个名称，多了一个抬头，你就多了一个责任，只是一种无形中的责任感。品源好像结过婚了，对，那个就厉害了。对，他最主要是因为他多了一个名称的时候，他觉得压力很大。阿兵哥的时候啊，有个压力。哎，接下来讲蔡佳红了。哎，像我们谈到这个婚姻的事情，那您会不会觉得一直觉得好像这个灌溉满精华，一人独憔悴，一直都没有这个。有的时候会觉得蛮寂寞的。那这个大家是不是要检讨一下的？Tokyo D， 我在这里。我介绍一下，你好，帅哥哟 ，K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他，知道他，我知道他。你好きですか？大好きです。啊？就非常喜欢。对啊，非常喜欢。漂亮，漂亮ですね。好きです。ありがとう。啊啊啊啊 ！P 衣服ですね。什么 P 衣啊？哦，你喜欢 P 衣 ？P 衣啊？陪你的。啊那。我以为你说你喜欢我，你喜欢我的 P 衣。不是 face 啊 ，Baku Q K。阿里阿里阿里。都够 K 的。哎呀，你不能喜欢他，太多女生喜欢他了。真的。嗯，我会被打。如果有可能结婚，有可能吗 ？Mary， 你知道什么是？哦，我们那个二月结婚。二月结婚。哎，黄淑静先生来。欢迎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有关于我们蔡佳红都没男朋友的事情，您个人的看法发表一下。对，其实像我也是都没有女朋友啊。哎呦，真的。哎，大家都一直以为他有。刚刚那个胡说是谁说出来的？而且都跟妈妈在一起的。这位怎么跑来的？啊！哎，真的。干嘛？我们今天哎，龙兄虎弟都变什么？哎，对，我爱红娘啊！还是来韩国的女，韩国的女孩都像你这样？那可不一定。哎，我们讲到哪里？哎，我们在讲这边嘛。从这边跳到那边去了，跳到黄淑俊身上去了。其实很多艺人都是被人家误会说身旁有很多人在追求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其实自己都常常很寂寞孤独啊。像我平时在家里就没事，就在家里就躺在床上，不然就是坐在沙发然后发呆，也不知道要做什么。三民主义啊。对对对，就是。书法练一练啊。没事就把吉他的弦拿出来换掉啊，然后再装上去，再拿下来，再装上去这样。哎，那已经到可以说无聊透顶了。对，所以其实真实的生活跟一般人想象的不太一样。像这样这么美的女孩子，又像独守空闺啊，她一定要郑重的宣布。我是讲实话，怎么变郑重宣布？这真的吗？就对啊，她就是这样。就是我还没有讲完，我说就是要这样子。你给我记住黄爷爷。我叫黄爷爷，哇，这个关系不太寻常。不是，因为我们刚刚一起出来唱歌，那就是有工作人员叫我蔡姐，那其实我才59年，是我24岁，他听到他就哎呦，你才24啊？真的，真的看不出来哇。那何方呢？何方也谈一谈。这个最近听说又出国。对对，前一段时间到韩国济州岛去拍一些照片，那觉得那边风景还不错啊。是是是。然后所以就是我们公司有一些，哎呀，真的很好呀呀。哎，又有他的事情了，又有你的事啊。韩国眼睛要看着哪一边？韩国济州岛有去过吧？当然我去过。你是住韩国什么地方？川普。全部啊，住在韩国，对对对，住在韩国全部的，不是啊，住在哪里？住首尔，就在首尔，首尔啊，首尔啊，就是汉城嘛。
对，那这次就会公司会举办一些活动，那会邀请一些歌迷跟我一起去玩。对，这个花费是谁付啊？那当然是就是老板付了。真的？那我看不会超过三个。每个人是不是一样？我这个人讲话就很直的，对不对？这个 Tokyo D 啊，这个非常不小心啊，听说这个跳舞这个骨头跑出来了。嗯，为什么跳舞骨头会跑出来？哎呀，不是摔倒，摔倒，哎，摔倒的时候有一个东西，有一个东西，这个啊，然后 boss， 哎呀，啊 ，boss， 太狠了，坏了呢，我，哎呀，太狠了，脚踩到他的手，四个地方，哎呦，一次四个地方断掉四块，哇，很贵，当时上手就哭了。你得哦，不是男生不要哭，男生不要哭，嗯，那女生哭了，他笑了，吉野哭了没有？吉野，那时候他笑了，很冷淡的。好了，很好，回去早日康复了啊！哎，谢谢。这一首好了，再换这个了啊！继续踩他一下。辛苦，好了，我们这个接下来还有更精彩的节目要呈现给大家，现在先休息一下，再继续欣赏我们的龙兄虎弟。哎，渴望的心，让我们合唱一首歌曲吧。真的吗？我现在有一点刷掉啊！好的，不要，等一下，叶老师，我不要了。不行，不行。